好，那我们呢，先请三位 model 可以呢一起看向中间 ，like look toward the middle， and please stand toward each other a little bit， stand closer a little bit， thank you。OK， 我们大家呢一起看向中间，如同以往的波西米亚般的风格。那在各位的左手边呢，这位 model 的身上看到就是一个非常湖水绿的这种印花的上衣，然后呢搭配上丝质的字母的这个短裙，同样呢也是展现出 Juicy 女郎呢她非常帅气，而且呢非常春季般的风格。Yeah， 然后呢每一位都是不同风格的 Juicy 女郎。那我们最后呢，再留给我们的摄影大哥再捕捉一些画面。OK， look toward the middle please， 看向中间。Excuse me, look here. OK， left hand side， 左手边。中间的媒体朋友。而当然我们今天呢这些时尚部落客们，大家呢已经常常都有在阅读他们的 blog， 他们今天身上呢为我们大家所诠释示范的当然也是 Juicy Couture 2015年的春夏季系列。